麦克风，这个声音肯定有很大的风噪声。就像他这个以前就是那些普通老百姓他们用的吊桥，应该是很简单，而且应该是很危险的那种桥。现在成了一个景点以后，应该就进行了这种加固啊、加固处理啊。走这个桥关键还是要没有什么人，如果到处都是人的话，那个就没什么感觉了。到这边了，哇，这上面写了，单车摩托车不一定不能在上面走，幸亏没有推单车上来，那不然的话给骂死了。过来的话继续该怎么走呢？哇，朋友们，到了一个山顶的展望台，这里远远的就可以看见我刚刚过来的那个吊桥，郊野吊桥。远处的城市，看到那个介绍上面说，远远的看去就是京都市。我在想，是京都吗？应该，可能是吧。反正日本很小的，就是站在一个山头，差不多从南看到北都可以看到海边了。应该是京都，因为京都的，因为我。这个郊野市啊，它其实离京都的那个范围，就是那个行政区的那个范围其实不远了。它再往北走一点就到了那个八幡市了。八幡市其实就是京都的境内，就往东走呢就是宇治，往北呢就是到京都市市区了。其实还是很近的，我估计那边京都是个盆地来着。你看被群山给包围着，就是一个盆地，中间有一块凸起的山。啊，这里还是挺壮观的呢。这里拿着相机一顿猛拍，也不管什么构图什么的了，一顿猛拍。差不多，走这边应该是要下山了吧。哦，这个地方风景还不错呢，还可以看到这个吊桥，不同的角度看都有不同的风景。感觉下山下那个石头台阶，下的膝盖还有点疼啊。这也算是到此一游啊，回到出发的地方了，已经下来了。大家都是开着车来的，那骑单车的也就我一个人了。这里也算是日本的农村吧，日本的农民是最富有的。这里是一片小区，看这种房子就有点像是那种类似什么安置房吧，安置房之类的，年轻人都不太愿意住，但是里面的条件什么都挺好的，房子很大。